look 奇怪吗？你呢？我没头发是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去莽姑了，现在是早晨的时间5:30，天还是蒙蒙亮的。我们这次去是 day trip， 就是只是当天来回的，所以早晨5:30就出发了，到那边差不多要3个多小时。到了之后呢，因为我们还要做一下雪具，然后帮我女儿登记一下课程啊，她的课程是9:30开始，应该能在9:30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办好。我大家都开始画，这次我给我女儿在莽姑了报了一个全天的课程，从9:30一直到下午3:30，中间是包午饭的，因为老师是带着她画 lift pass 啊的价格都是在里面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而且我们这次去是跟她的朋友是一起去的，两个小朋友一起。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啊，还是黑的，现在路上车还挺多的。我们准备停下来吃一个派，这家的派还蛮有名的 ，Mansfield Bakery。Snow Season 的时候，这个 Mansfield 开到莽波尔的路上，每天都有警察查速度，千万不能超速，而且千万不能开得太慢。比如说他100，然后你开个80，他也可以抓你。Waverly， 我先到莽波了。哇，今天的天要刺激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停车了啊，停车位还蛮多的，估计是因为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。我们刚刚把车停好，现在我们坐 shuttle bus 去山上。坐上去 ，sit in there。对，上去用力。布勒 Kids Center。啊，那边就是小朋友练的地方了。下面还有好几个。有时候有点 snow， 有时候是水，就是 snow， 这叫 snow shower。对啊，今天就是你看我的身上。我有 waterproof。啊，到哪都吃个亚洲的，就是有一个中国味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，然后我想聊一聊今天一天我们在莽波了滑雪的一个感受。哦，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好，大雪大雨大风大风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全副武装了，多穿点衣服啊什么的其实还 OK 了，记得把那个 helmet 就是头盔要戴上，因为它比较防水嘛。如果你只戴那种 beanie 或者是普通的帽子的话，就肯定都是打湿了。我们的衣服的话说是waterproof 的，就防水的，但其实你看我现在里面的衣服也都是有点湿的，手套后来都是湿掉了，老公的手套还掉在了山底下，所以后来还去重新买了一双。本来就想说坚持一下回家再买的，可是实在坚持不了，就手如果放在那边只要放1分钟就已经冻僵了。手套最好是买那种绑在手上面的，有绑带的，这样它就不会掉了。就是说一下我们吃饭吧，吃饭我们是在一个叫 Jasmine House 的一个 Asian restaurant 吃的，我们点了佛啊还有巴米，就越南那个三明治我觉得还 OK 了，但是那个佛真的巨难吃，所以大家去了就不要再点了。整个行程玩的还挺高兴的，孩子一整天都在山上的幼儿园里面啊，那幼儿园里面早晨跟下午都是有老师带着孩子去滑雪的，中午的话是